咱还是不是男子汉啊？这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？来来，叔叔把你扶起来，不哭啊！哎，不哭不哭！你看那树底下那小丫头啊，笑话你呢，多客气呀！啊，看不起你。 好样的，赶紧的，冲他笑笑，啊，被这么一个小东西瞧不起，丢人！哎，嘿嘿，好样的！有什么了不起？是不是？哎，刘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什么叫做缘分呢？哎。 小伙子，叫什么名啊？他叫当当。当当，当当当，当当当当。你怎么让他不孤单？你问那么多干嘛呀？这是咱男人之间的秘密，咱不告诉他，是不是？哎，记住了啊，咱千万别为失去的东西掉眼泪，不值得。走了就走了，还有更好的呢。嗯。 你跟孩子说这些，他哪儿听得懂啊？哎呦，你可千万别把咱们当孩子，我们心里可明白着呢。这孩子一看就聪明、成熟，比你强，是吧，当当？嗯，哼。他跑去公园找银小草了。 还有一个孩子，三根玩的挺高兴的。他没有和新娘方面联系吗？没有，他好像挺颓废的样子。那怎么？他毕竟是个公子哥儿，你也太高看他了。不是我高看他，而是这小子含而不露。嫂子，音乐没了。啊？ 哎呀，早让你哥去买了，他老忘。我瞧瞧还有没有啊？哟，这是哪年的？是不是过期了？没事儿，能用。小草，这还是去年你哥在厂子的时候发的呢，扔了吧。又不是吃的，过期没事儿。哎呦。 算了吧，刚洗完澡别弄脏了。过了期的浴液你也敢用，你就凑合自己吧，看谁敢娶你。意识到自己说错了吧？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掌嘴。小草，你考虑过以后的事吗？ 嫂子，你又来了，刚才白掌嘴了你。你呀，一说到正经事儿就嬉皮笑脸的，说你没心没肺吧？你还什么事都想着？行了，嫂子，你做你的菜吧。当当，怎么了，当当？ 这孩子怎么了？当当，怎么了你？张嘴，嗯，真乖。你再吃口饭啊。哎呀，真乖。当当，别把你阿姨累着，下来自己吃啊。没事儿，就让她坐着吧。再来一口。
怎么，想回屋啊？不吃了。行，哥嫂子，那你们慢吃吧，我先带当当回屋了啊。咱们回屋去了。哟，这铁树开花，公鸡下蛋啊！小叔，哎，你说准了。我说准什么了？你说什么了？你吃饭，大口吃肉啊，长个。真乖。好了。养成人味儿了。哥，你怎么说话的呀？你呀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你知道什么呀？来来来，坐下来，听老师说。因为你对他好了。这还用你说呀？我早就对他好了，可他不照样不理我吗？回答错误了，酷刑伺候。今天跟往常有什么不一样的？啊！嫂子，那瓶玉液呢？过期了，我让你哥给他扔了。给扔了？啊，你扔了干嘛呀？过期了。是啊。怎么了？啊！醒醒，醒醒！一会儿再睡。阿姨要问你一个问题。来，丹丹，你只要点头或者摇头就行。阿姨今天用的沐浴露，是不是跟以前妈妈用的一模一样？一样的味道，对吗？阿姨明白了，阿姨以后啊，一直用这个牌子的浴液，好不好？记性真好，连他妈妈的味道还能记得。指导员，别叫我，烦死了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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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最讨厌那种乘人之危、落井下石的人啦！刘总啊，我说你也是干大事的人，你成天花这么几个小时跟当当玩，你得损失多少钱呀？真俗，就知道钱。说句实话啊，可你也不能总是这么闲着呀，凭你的条件找份工作很容易的。我不找，我不找。养活自己呢？我妈咪给我呗。啊，又是一次。哎呀，见过吃白饭的，还没见过你这么理直气壮吃白饭的。今天我就让你们两个见识见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
我呀，哎，最烦一种人，就是那种受了点挫折就再也爬不起来，整天唉声叹气、怨天尤人、游手好闲还理直气壮的那种。你就直说最烦我得了。我可不烦。拿，讨厌，革命工作还没做完呢。来吧，影响我们战斗。我哪敢？不玩，我投降啊！老兄弟们，一会儿输再死，行吗？你打妈去啊！打妈妈去啊！行行行，我知道了。刘总。丹丹，刚才是不是让你打球来着？看来立坤把这小子对我还是不放心啊！得找个机会让他彻底对我死心。是。你定好了啊？好，赶紧回去吧。好，明白。导演，我又回来了！哎呀，哎，你们在搞什么鬼啊？啊？怎么弄得跟地下党接头一样？就是接头啊！你看，这不都快死了，要牺牲了。为了革命，总是会有牺牲的。哎，对，天气不对，哎，要下雨，哎，要下雨，哎。等等，好啊，下雨了！哎呀，快点！下雨了，赶紧跑啊！哎呀，快点，快跑啊！哎哎，哇，冲啊！哎呀。别打了，咱们也没有用。什么时候啊？干嘛他想到了？哎，先下去溜达吧啊！哎，真不愧是公子哥啊，这房间比蜂窝还乱。你怎么不请个人收拾一下呀？收拾了他还得乱吧，对吧？索性咱们就不收拾，让他乱，看他能乱到什么程度。怎么？来，来，你换我。不用了。新的没拆过，你看。哎，我弄点姜汤啊，你们去驱寒。是一个陷阱，剩下最后一个徽章了。如果救了他，也许他会告诉我们呢。好吧，那就赶快去救他。啊，那是，你还会熨衣服呢，没想到啊。你没想到的事儿多着，绝对错不了。跟我们在一人在国外，只能自己照顾自己。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，早就饿死了。那你干嘛不请个保姆啊？你们家又不缺钱。我们家有钱跟我有关系吗？果然。这里果然是靠城市来产生能量的。对了，我听不懂。今天，也就是说，只要更改墙壁上的是当的生日，就可以决定关灯或者是开灯。也许摸摸这里的哦，好啊，可以，那得好好庆祝一下，是不是？哇，要不到我们家来吧？当当一定很开心的，对不？当当，城市就可以控制一切的开关了。这种事情电脑是办不到的吧？我又不知道。
谢谢。来，干妈，你也喝了，干妈。让一切资料具体化的世界。哎，这只是我的猜测罢了。我记得你以前也是个这样子。我只是一个资料世界，那我也是其中之一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外面也不下雨了，要不你们先送武当回去吧。你有急事啊？我演戏去。真是的。今天晚上我有一个特别的计划。什么？谁要是能把当当逗乐了，谁就是我们家的大功臣。这不行，这太难，他俩玩。哥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一点也不配合。姑，有什么奖励？当然有奖励了，谁要是能逗他乐呢，姑姑就送他一件礼物。真的？我要汽车。口气还挺大的。这小子。第一个节目，男声独唱伴舞金孔雀一拜，开始，开始，来。第二个节目，预备起，一哒哒，二哒哒，三哒哒，四。变脸，当当看。我是没办法了。我就不信了。咱们拿出咱们最后一个。哦，对对对，杀手锏。
不会有事儿吧？没事，他又不是小孩子，放心吧。大家一起吹，来，帮当当吹了，来，一二三，三，好，当当生日快乐！小树，你干嘛呢？草莓的，绿豆的，还是红豆的？嫂子，当当，当当，当当跟小姑回家好不好？当当，你先回去吧。当当，当当，嫂子，嫂子，你干嘛来了？对不起，嫂子，我那天不应该说那些话。你说什么话了？就说当当是你从外面找来的野孩子糊弄我们那句。你说过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不过现在跟你们家没关系了。我带着当当，不碍你们事儿吧？嫂子，你就别说风凉话了。我求求你了，把当当带回家吧。那可不行，我不能让妈带一个野孩子，让别人笑话呀。我可不干这种缺心眼的事儿。哎呀，嫂子，我查过了，当当是我哥的亲儿子。
什么？你查过了？你怎么查的？我妈不是还留着当年我哥的头发吗？我就托了个朋友，做了个 DNA 鉴定，当当是我哥的亲儿子。DNA 鉴定，你们还挺费心的啊。不过幸亏你们查出来了，要不然啊，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不过我说叶小梅，我真的不明白，你们家的人怎么个个生性多疑，总是不相信别人，老觉得别人会害你们一样。嫂子，你就别说了。总之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求求你了，把当当带回去吧。现在我妈每天都骂我，我下班都不敢回家。嫂子，我求你了。当当，当当，跟小姑去买雪糕好不好？当当，走吧，走吧，真乖。我想死了，奶奶给你做了一桌子好菜，梅梅，快带她进屋里去吃，快快快，啊，走，妈，进屋啊，还有嫂子呢，走，当当，跟小姑吃饭去了。老太太，你要是想轰我走，就早说，以后我就再也不进这个家门。嫂子，进去吃吧，桌上有四副碗筷呢，妈都给你准备好了。走吧。妈是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觉，你是不是盼着我早点死？我没那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你知道你那天喝醉酒哭闹的时候，妈这心里多难受，你还那么无理的指责，还提到你爸爸。对不起，妈。别哭啊，干嘛呀？你厉叔叔让我尊重你的选择，说要让你出国发展。你知道我的意思，我心里是想让你留在我身边的。什么？厉坤芒想把我送到国外去？这下你满意了吧？我不干啊，我哪都不去，还想让我出去？我吃不了那苦。
就知道你会说这话。你厉叔叔说你心重，想事想得多，还让我过来问问你的意思。看来他还是不了解你啊。好了，别闹了，以后缺钱什么的跟妈要啊，以后好好过日子。那你再给我张卡呗。你可从来没主动跟妈要过钱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刚才不是你说的吗？缺钱问你要。你看，那么多废话。你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你爸爸要看到你这样，得多伤心。那你就当白养我这个儿子吧，啊。他心高气傲啊，你错了。他呀，怕吃苦，这不又管我要钱呢。咱们养着他。什么？我是说，我养着你们母子俩，什么事儿都不用你们干。那就太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不辛苦。疼不疼啊？这儿啊，不疼就好。我跟你说呀，小草啊，她不是你亲妈，你爸就是被她逼死的。你可是咱们岳家的人呢，等你长大了，一定要替你爸爸报仇。记住没？记住了啊。睡吧。小风轻轻吹呀，小鸟滴滴叫，小狗慢慢跑。宝宝要睡觉，小风轻轻吹，小鸟。你干嘛？哎，当当！哎，你干什么你？给我放下！你坏东西，你干什么你？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过来，你过来！你这大人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和孩子一般见识啊？这个坏小子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把我刚洗好的衣服弄脏了，还呲了我一身的水。脏了再洗呗。哎呦，我的宝宝，累了吧？快屋里歇会儿，歇会儿啊！照咱妹妹这么说呀，
这还真不是一个孩子能干出的事儿。关键啊，不是这个，是这事儿它说明了什么？那当当是你亲生的吗？不是吧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没有吧？啊？你说你辛辛苦苦把他养大了，将来有你后悔的时候。你别说的这么严重，什么事儿一到你嘴里就变味儿。那我妹妹养了只白眼狼。行了，哥，你别说了。是不是狼，我心里清楚。哎呀，你说当当这表现，背后肯定有人指使。现在当务之急是跟岳家断绝一切关系。啊，你喜欢孩子，想要个孩子，这都没错。咱找个好人家嫁了，自个儿生一个比什么都强。我相信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他就是头狼啊。我也给他变成小白兔。那我说半天白说是吧？奶奶跟你说的一定要记住了，是谁逼死你亲爸爸？记住了啊！还有，小草是你亲妈吗？瞎学什么？是谁把你带进来的？是谁每天好吃好喝的伺候你？我说老太太，你想干什么呀？你没事教孩子这些干嘛？你是不是想让当当恨我一辈子啊？我说的不是事实吗？我真的不明白，我都快把心掏出来了，你们为什么总是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当当，你别哭了，我叫你没良心。我叫你学会什么？我叫你不学好什么呀你！等等，你给我过来！你给我走！你带他去哪儿啊？我要带他去见他爸爸，行不行啊？走。我带你儿子来看你了，当当，你好好的看看你爸爸，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人，他很懂得心疼人，体贴人，记得所有人对他的好，处处都替人着想。其实啊，你应该叫我妈妈的。如果你爸爸还在，他一定会让你这么叫我，他一定不会让你记恨，一定不会教你记恨吧。等等，别怕，你走近点，让你爸爸好好看看你。
煮的什么饭呢？牙都快崩了。您是不是吃到沙子了？我再给您盛一碗。不吃不吃了，这不诚心要害我吗？我怎么着了？你又看我不顺眼？这饭硬吗？您是不是一天不找好茬难受啊？这么着吧，我今天就站这儿。您心里有什么火，您尽管撒，我接着行了吧？我说什么了？我也没冲你。你还要说什么呀？您当我傻听不明白呀？怎么了？哎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小夜灯坏了是吗？没事，当当别哭，再给你买一个。当当，哎呀，球球，你怎么欺负当当啊？这怎么说话呢？谁欺负谁呀？肯定是球球欺负当当啊！行了，甭管谁欺负谁，小孩打架是经常的事儿，算了吧。球球爸，把球球带回去吧。看把我儿子鼻血都打出来了，缺教养的东西。谁缺教养啊？你孩子打架不说孩子，你怎么骂人呢？你谁缺教养啊？我骂谁了？谁缺教养啊？啊！行了，你们别吵了，大家都是街坊邻居，为这点事儿吵不值当。行了，走吧，妈，咱们回去吧。丹丹，欺负人吗？这没爸的孩子，天生就野，缺管教。你们要管不了，我帮你们来管，好吗？你给我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。我说什么了？孩子吵架，大人还插一嘴啊？你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懂吗？谁上梁不正下梁歪了？就你，我什么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啊？啊！你给我说清楚了，小孩不懂事，可以管教，你一个大人也跟着犯浑吗？我告诉你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哎呀，你就道句歉吧，你刚才说的是人话吗？你啊啊！程程，我认错，前面是我不对，小嫂，请你原谅，松手，松手！我不，你要不跟我婆婆道歉。你交代我对你不客气，我跟你说，让你道歉你就道歉。他记起来啊，你不是他的个儿。哎，大妈，前面我说的话多有得罪，对不起，我向你道歉，道歉，啊。小草，你就放开他吧。你说你以后呢？走，儿子。你儿媳妇够厉害的了啊，往后啊没人敢欺负你们家了。哎，她跟你在家也这么厉害吗？她敢。你慢点啊。好的，任何伤口啊，只要抹这个都能好得快，知道吗？林依然啊，马上就不疼了。好了，我也疯够了，该睡觉了啊。等睡好了觉呢，明天咱们再接着缝，好不好？怎么跟孩子说话呢？少瞪我啊！我说老太太。你是真看不见还是假看不见啊？我就是断了气，你做亏心事我也知道。当当，今天晚上跟奶奶睡啊，走。亏空，你给我说清楚。
当当，快躺下睡觉。你看这么晚了，小孩怎么不睡觉啊？干嘛去啊？干嘛去啊？跑哪儿去了？哎呦，你坐在这儿干什么呀？哎呦，奶奶抱。哎呦，哭什么呀？你听奶奶话，跟奶奶睡觉啊。哎呀，你看都多晚了。怎么了？哎哎呦呵，哎，你看他不睡觉啊。丹丹，是不是没有小夜灯，睡不着觉啊？啊！我就不信这个邪，这臭毛病早改比晚改好。当当，跟奶奶睡觉，睡觉啊！哎，妈，他没有小夜灯是不会睡的，您就别费这劲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么晚了，上哪儿买灯去啊？我去找找吧。丹丹，你听话啊。当当，你说这开着灯，这多浪费电呢。咱家也没钱，是不是啊？听奶奶话，奶奶喊一二三，你就上床，不上床奶奶就生气了啊。几点钟了？都关门了。大爷，我有急用。哎，我求求您了，大爷，求求您了，大爷。哎，哎。想不到你还有夜游的习惯呢。当当，你的夜灯啊，一会儿就买回来。你先跟我回屋里睡觉好不好啊？乖，啊，啊。哎，你也是累人的命啊，这深更半夜的。你让他去哪儿买灯啊？走吧，下车吧。来的比我还快，麻烦你了。没事，谢谢啊。不客气，走吧，进去吧。这个灯具城啊，是我们公司的供货商，特别铁的哥们儿。哎，随便看，想买什么灯随你自己挑啊。小心点啊，这儿特别大，别走丢了。走丢了我就喊。你来接我。嘿，我问你啊，你是不是半夜都不睡觉的？是不是过了12点就特别精神，然后开车出来游荡？我有病啊我。我看你病得还不轻呢。哎，什么？小夜灯跟当当的一模一样。哎，对对对，行啊，当当有你这么一个妈知足吧。可惜啊，当当没把我当妈。这个多少钱啊？什么多少钱啊？你看现在有人收钱吗？啊，那我白拿啊。记我账上，走吧。不行，刘总，这个公是公，私是私，
这还得算清楚吧？你平不平啊？从你工资里面扣，讨厌。哎，那行，那你千万记得，你一定要从我工资里扣啊！你别忘了，扣多少啊？多少钱来着？咱回屋里等成不成啊？在外面受了凉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这孩子活脱脱的叫人受累的命。你也就是摊上了他了，要是换了别的后妈，早就把你扔出去了。丹丹，你看，妈妈给你买了个一模一样的小夜灯，这下可以睡觉了吧？啊，走。哎呀，不睡觉去喽。哎呀，这可买回来了，要不然这一晚上可怎么办呢？抓紧时间去睡吧。嗯，有什么事叫我啊。干嘛呀？你看把孩子吓着。等等，等等，来来来来，咱别看了哦。没关系，咱有办法，是吧？有什么办法？
没事，来了我来就好了。哎，你放这儿就行。放哪儿？就放这儿。啊，放这儿啊。谢谢你啊，小王。没事，以后有这事儿就叫我就好了。你工作那么忙，我怎么好意思老麻烦你呢？哪儿的话呀？哎，小梅还没回来？啊，应该快回来了吧？行，那要不我先走了。啊。哎呀。 这是当当吧？对，是当当，是小王吧？辛苦了啊！你家阿姨，骂人都不带脏字儿了。我什么时候骂你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阿姨，开玩笑的。哎呦，对不住对不住，没事，你看我这张嘴。没事。屋里喝水喝水。不喝了不喝了。喝点水吧。我还有急事儿，要不我先走了，改天再来看你们。不行不行，屋里坐，我给你倒水去啊。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快来快来，喝水喝水。没事没事，改天我过来啊。好，谢谢啊。 哟，大警察居然有功夫关心起我们家来了，你不是别有用心吧？你这什么话呀？怎么刚夸完你，你又变回去了？哎，干嘛？局里发了两张电影票，那个你要是不愿意跟我看，那你找别人好了，两张都给你。 站着干什么？怎么不送送人家啊？行了吗？咱别瞎掺和了，人家啊不差这口水。行了吗？进去了啊。几点的？0:09，0:08，这不就一会儿的吗？啊，是吗？0:09，哎，真是啊。你现在给我两张电影票，你让我找谁去啊？说的也是啊，那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？那要不委屈你。 陪我看，美的你，给。行啊。你好。你好。我是想来问，昨天你们这儿是不是有一个水晶灯给弄坏了？啊，是啊。不好意思啊。 那是我们家孩子给弄坏的，当时我身上没带钱，所以没好意思跟你们讲。真的很抱歉，您看这得赔多少钱吧？哈，这个不用您赔，刘先生早晨已经来赔过了。什么？是啊，按照我们和刘先生合作关系来说，其实不用赔也没什么。可是他非得赔给我们，实在是太热情了。是吗？那麻烦你们了。啊，不客气。 喂，电话。我错怪你了，没想到你是个负责任的人。你有什么事找你了啊？这么拐着弯的骂我？我现在登去城呢，人家说你已经赔过钱了。没事没事，这个主要是。 无法面对你那炯炯有神的道德谴责目光，啊，是深深的被你感化了。你少来，你别跟我开玩笑啊。不过，我还是替孩子谢谢你了。哎，替孩子谢我。 小草你好，我又打搅你的生活了吧？上次你能把孩子带走，让我们这些越风的老同学都感慨不已。我们无法感受到是什么让你面对那个孩子，但是每个人都为你所做的一切而感动。我不得不提一下杜鹃了，她现在在精神病院里接受治疗。
已经到了关键的阶段。杜鹃有的时候会想孩子，她最不配合治疗的时候，也就是她最想当当的时候。我去看她，她疯了一样的拽着我，请求我把当当带到她面前。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，同时我又为一个母亲如此想见到自己的亲生骨肉却不能相见而悲伤。医生说如果他要恢复得快一些，要从恍惚中振作起来的话，需要一个力量。小草，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帮助他度过这一关呢？小草，真没想到你能来。杜鹃怎么样了？我能帮她做什么？医生说她现在精神恍惚，提不起劲儿来。那你带我去看看她吧。好，走。记得我吗？咱们见过面的，我就是那个把当当带走的人，记得吗？当当，我的儿子呢？我的儿子在哪儿？杜鹃姐，别急，当当啊，一时半会儿来不了。不过，我把他的照片带来了。照片，快快给我，你看。当当。这是他吃饭时候的样子，吃的鸡蛋，看见没？太可爱了。这是他睡觉时候的样子。这张拿着小夜灯啊，灯灯，就是这个灯。说起小夜灯啊，一开始我觉得特别奇怪，你说他为什么一直拿着灯跑来跑去，就是不肯睡觉呢？千万不能让别人听见了。我跟你说，丹丹有一个习惯。所以呀，我就赶紧把小夜灯插上。奇怪啊，只要这小夜灯一亮，他就睡得特别踏实。不过这孩子啊，还有很多很多的习惯，比如说，他喜欢吃单面煎的荷包蛋，还有他喜欢用水果味的牙膏，水蜜桃味的。还有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啊，床底下要放个夜壶。还有，
他洗澡的时候没忘记个玩具。对，叮咚，我猜对了，钻石们。但是我跟你说，一定要加唐老鸭和米老鼠，他最喜欢了。是吗？嗯。都知道了，嗯，还说呢，都快把我累死了。不过啊，他的这些习惯我都了如指掌了。那现在当当是不是跟你特别亲了？还好吧，就是不认生了。当当。我以前对当当特别的好，我一直觉着我一定能当一个好妈妈的。可是后来，那个男人不喜欢他，我竟然开始虐待当当，我简直就不是人。妈妈，对不起你，我都做了些什么？杜鹃姐，不会的，在当当心里啊，你还是他的亲妈，真的，真的。看来呀，他是被触动了，非常好，这对他的治疗有很大的帮助。我的这个同学啊，真是缺了一个好媳妇。回头啊，他使劲抱着我，然后凑过来不停地闻。我当时就在想，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啊？是不是我用的浴液跟你以前用的浴液是一样的？然后我就问他，当当，我身上的味道是不是跟你妈妈的味道一样啊？你猜怎么样？这孩子啊，使劲的点头。所以呀，说明当当啊，他心里还有你，他连你的味道都没有啊。真的？当当现在在哪儿呢？你告诉我，当当现在在哪儿？杜姐姐，当当，当当，你怎么了？当当，当当，你找他。当当，当当，当当，你在哪儿？杜姐姐，当当。同学，同学，同学，等等，小草，我们先离开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！小草，你不能让他忘了我，知道吗？你不能让他忘了我，知道吗？小草，小草，你不能让他忘了我。我们先离开。怎么了？这儿啊，痒痒是吧？是不是啊？哦，闹蛔虫了。别怕，别怕，别怕啊！一会儿奶奶给你弄下来。别怕，别哭了啊！快快快快，躺下，躺下啊，躺下。哎，奶奶给你弄下来啊，来。哎呦，别怕，别怕。你看我给你买什么了？哟，你这是干嘛呢，妈？哦，回来了，来帮帮我，把她肚子里的虫子引出来，快快。这蛔虫用药就行了，干嘛用这香油啊？真是香臭不分的。你不懂，小的时候月风闹虫子，我就这么给他治的，就这么抹啊，怎么抹？老太太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？月风那会儿是没有药，现在有药了，干嘛让孩子受这份罪啊？我能害我孙子吗？那我也不能害他呀。
你说让你帮个忙，你不帮就算了，你哪那么多废话呀？哎，行行行，你别生气，您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不管了，行了吧？谁让你管了？谁让你管了？是不是骂我了？啊！你妈是不是骂我了？啊！你还笑！你妈做饭我不吃。丹丹，你怎么又给端出来了呀？给他喂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今天要是不把这碗面喂给奶奶吃，晚上我就不陪你睡觉，也不许你点小夜灯，知道吗？你妈做饭我不吃。